这个语音，我真的听了100遍了，因为这个语音是最后一次跟他通话记录里面他留给我的语音。他在8月底的时候跟我说，陈雷，那我看11月7号的，那我可以很厚脸皮的跟你要3个位子，因为我经纪人的女朋友也很喜欢你。我会背起来是因为这个语音，我真的听了100遍了，因为这个语音是最后一次跟他通话记录里面他留给我的语音。那今天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来，然后我非常谢谢他的经纪人Dino，带着代表红生的666的这个，是666没错吧？是公仔，也放在这个位置上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过去曾经说过，这是属于我跟你们的歌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，这首歌成为我跟你们的歌之前，其实它是献给黄宏生的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歌吗？你们的好友。那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，假使我太投入唱不下去的话，你们帮我一起唱。然后这首歌献给回到他的星辰的黄宏生。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，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，该怎么说让彼此选择让思念还转动。你好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昨天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